今继续要来看的是溪口道主管配合着小朋友放暑假，举办着各中小学角逐竞赛，将在七月、八月期间，到溪口道主管登记注册。伫九月份统计出炉，注册就同侪小朋友将颁发着奖券含礼券。七月开始，小朋友拢放暑假，真侪妈妈惊囡仔爬爬走、耍电脑，所以是陪因来到图书馆看册。因为人讲爱看册的囡仔未变歹。放暑假啊，啊，互伊伫厝较有一寡课外书好看咧啦，未来未去拍电动啦，嘿啊。热天天气真热，虽然溪口图书馆无开冷气，但同款是真凉，所以真侪惊热的小朋友就安尼摕着一本册来看，度过一个透早。而溪口乡公所也针对着暑假举办着各中小乐图竞赛，只要在暑假期间来图书馆借册，而最后借册借上侪小朋友，公所阁颁发礼券来奖励。然后希望我乡内吼所有的小朋友们吼，会使伫个即个暑假期间吼，较常来图书馆看册，然后吼，互因伫暑假期间吼，唔通讲拍拍照啦，是干那耍电脑尔啦，哈，是干那看电视，希望伊使多看书。所以阮即件吼的活动吼，第一名吼，除了有奖券以外，阁有一千块的礼券，前三名吼，我们都会发礼券给他们。李活动是配合福天福慈善基金会在今年度捐赠溪口图书馆300,000买册的经费，来添增不少适合小朋友看的图书。所以我们也趁这个机会举办那种借书比赛了哈，啊也感谢福天福文教基金会哈，捐赠湾溪口乡吼乡里图书馆300,000，让我们再来买册，啊，让咱乡内所有小朋友吼，会有更加侪的册会使读安尼。活动是对七月一号到八月31号，只要是国中小的孩童或者在溪口拢会使参加，并在九月八号颁发出前三名，分别有300到1,000块的礼券和奖状，来鼓励借册借上侪小朋友。西新新闻陈凯福溪口乡采访报道。